鸣笛声一下，参赛者奋力往前。13到15岁的小小选手们趁暑假参加全国自由车少年公路锦标赛。这第一届的全国自由车少年公路锦标赛，天公不作美，比赛前遇上大雨，湿滑的地面多少增加比赛难度。安全就好。比赛到了中途，放晴的天气又下起了大雨，小选手们不放弃，冲向终点。我们这一次的少年锦标赛是首创第一届的，非常高兴获得3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骑士的热烈响应。而我们选择在赛嘉，因为赛嘉有很好的一个丘陵地形，很适合少年的选手来做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们也为未来的奥运青年来做基层的这个人才的培育，鼓励小选手挑战自我，提升自由车赛的水准，也让这些小选手从小扎根，比赛经验能更加丰富。三立新闻张广明屏东报道。